如果你打算花10000块钱买一条手镯，这个时候你是不是非常苦恼，不知道自己该挑什么样的紫罗兰的飘花手镯、叮当手镯、白月光还是满色的、啊、哦？对，满色你们就不要想了。今天双双给你们出了一个小攻略，走。如果你的皮肤比较白皙啊，手腕比较纤细的话呢，那咱们可以试试这种飘花的手镯，还有就是这种叮当镯。江南烟雨，闺秀佳人的感觉，主打的就是温柔干净。如果我们的身材有些微胖的话呢，那我们可以啊尝试一下这个贵妃的魅力，微胖美人杨贵妃，富态气质啊，主打的就是一个国泰民安。如果我们的肤色偏黄的话呢，那我们可以考虑一下这个白月光，温润如玉，气质佳，如同天上白月光，主打的就是一个女神范儿款啊。如果我们年纪稍大的话呢，那我们可以试试这个黄翡还有油青色啊，徐娘半老，风韵犹存。黄翡呢显富贵端庄，油青沉稳有韵味。这个呢主打就是虽然我们不年轻了，但是我们年轻过，记得关注我哦。